弟子平常念阿弥陀佛圣号，而在几次噩梦中或车祸前脱口而出的，却是观世音菩萨或是地藏王菩萨圣号啊而脱险。请问，万一我车祸真正死了，这样能往生吗？能不能往生，关键呢，不在阿弥陀佛，或是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不在这些，在你的愿力。啊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，三辈往生。啊，前面是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那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可是后面一段，啊，那是读诵一般大乘的，不是修净土的，啊，是念其他佛菩萨名号，修学其他法门，但是能把自己修学功德回向往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，啊，你就晓得净宗法门广大，啊，阿弥陀佛告诉我们，绝对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，啊，念观音菩萨、念地藏菩萨，甚至念药师如来，啊，无论念哪一个佛菩萨，发愿往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你也能体会到，我们做人要有这个态度，心量要大了，啊，只要方向目标相同啊。用的方法不一样没有关系啊。啊，在这个地方要向释迦牟尼，要向这个阿弥陀佛学习。